们刚刚结束了活动，那么现在就是要来到我的巴黎卡诗染一个新发色。平时很少染发，但是因为在剧中染发的颜色跟现在生活中就是断层了，所以说要么染黑要么再换个颜色，所以说我们要换颜色了。想换什么颜色？现在还没有想到，一会儿问一下看有什么颜色可以换。当然是自然色，本来想做软化的，现在后面再做，时间不允许。你站在河岸做软化？你们不懂自然卷人的痛苦，就是自来卷它不软化的话就会显得特别沙发，特别毛躁，那么整个人就会精气神特别不好。就大家看现在是直的，但其实是我那个夹板夹了很多遍，所以它其实是很自来卷，然后长度那些都要修一下。开始了。你拿的是属于一个就是中国特的颜色，不要比我这个深哦，不要比你这个深是吧？对，浅一点，这个是褐色，我能有看的那个，有，谢谢。就是你们推荐的是哪一个？那摩卡，这个明显吗？它这个会有度数吗？它有8.8跟7.8吗？正常做到7.8就够了，然后6度的色就能看出染发了。哎，灰摩卡是不是也挺好看的？还是旧摩卡好看？灰摩卡也可以。好了，我染完了，然后我选的是灰摩卡，就是自然一点，然后没怎么做，实际出来肯定咱们这不是这样的啊，是因为我赶时间，然后就是辛苦老师帮我弄完了，我也不做造型也不干嘛，就涂个护发精油，卡诗护发精油，就要赶路去了。好的，那你澳门会有 vlog 吗？会啊，澳门见，我们走。